大家好，这里是墨迹，今天呢要回来玩《尼尔：最终人形》，这次呢要正式进入塔内咯，准备要先回收西结局，因为两个结局打算下次再回收，因为怕整个时间会过长嘛，所以就先分开。上次三档部分呢有讲错的地方，这边做个更正。驱动人心呢是可以选择删或不删的，删档的话呢就只是档案会不见以及会出现新的封面，不删的话呢就是可以用本来的档案继续未完成的探索。大家的都可以选择自己是否要删档了。当然啦，如果可以完全探索到整个部分的话呢，再删档或许更有成就感吧。当然呢，如果可以另外备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说档案救不回来的窘境。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先进入游戏啦。如果是第一次玩的朋友呢，不知道会有这个删档的传统，如果一直按确定的话就删掉，应该还蛮久的。像一代啊，人工生命它旧版的部分呢它也是删掉就没有了，强化版后呢它是删了，看完结局又会回来。可以感受到啦，他们展现了人性化的一面。啊，出发！侵入を計画しているための推測。邪魔するな。くそ、キリがない。友軍の反応は。友軍？君たちは。ナインエス。来ると思っていたよ。ここは私たちが何とかする。君は塔への扉を開いて。デボル、ポボル、どうしてここに。約束しただろ。は？何言ってるんだ。ナインエス、今のうちにハッキングして。わけがわからない。詳しいことは塔に入ってから説明するから。ナインエスはハッキングに集中してこっちは任せろ。
警告、閉鎖系防御システム。どうやったら壊せるんだ。予測、当該磁場メーターを暴走させる。その磁場エネルギーで攻撃を一時的に麻痺させることが可能。それじゃ入れないのと一緒だ。捕捉机53报告，发现迪瓦拉和波波拉残留的资料。确认要开启资料吗？那这个资料呢，我有去查过，它是事后还可以再开，但是呢，我想说现在就是给它先看过，现在立刻开启。主要是小说的部分，夹杂沙粒的风拂过脸颊，我们深陷沙中，一步步的向前走。其实我们无处可去，毕竟迪瓦拉、波波拉机种是人造人中的瑕疵品。记录计划出席阶段的变迁。我们苏醒时，人类还存在，拥有血肉、自我意识、情感及灵魂的人类向我们输入了一项指令。形态计划监视者的身份开始运作，这便是托付给迪瓦拉、波波拉机种的唯一使命，是我们双胞胎人造人存在的意义。最新型的我们有许多样貌相同的同僚，肩负人类未来的光荣使命，让我们双眼一亮。虽然心底其实有些不安，但拥有能共同承担命运的成对存在，疏解了这股沉重。我们分别被分配到一座城都市作为监视区域，管理该区的人工生命，今后又将亲手引导他们走上正轨。为了终将到来的那一刻，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只有身为监视者的我们。啊，危险！伊瓦拉的脚陷进沙里，踉跄了一下，我立刻撑住他的身体，并松了口气。没事吧？抱歉抱歉，我有点恍神。伊瓦拉面带苦笑，轻轻揉着绊倒的那只脚，那白皙的脚上还裹着绷带。绷带松了，差不多该换了吧？没关系，还是先继续走吧，再不快点赶路就要下雨了。话是没错，但万一不幸进了沙可就糟了。安绷带也是为了安全的走下去，好吗？听见这番话，伊瓦拉勉为其难的点点头。我将他的反应视作默许，立刻找片岩石的阴影处让他坐下。松开的绷带可以看到严重破损的人工皮肤，皮肤下的行动回路应该也有些受损。伊瓦拉的步行控制显然已经受到了影响。我重新系好绷带，确认能否修复回路。其实很想尽快修理，
但在荒芜的沙漠中，大概很难筹住工具及材料。现在的当务之急便是不要让伤势恶化。对不起，伊瓦拉有些愧疚的低语，别道歉，这又不是你的错。我平静地替换绷带，仔细包覆伤口，不让任何一粒沙子跑进去，这已是目前所能做的最佳处置。虽说有材料便能着手处理，但如今的我们难以办到。对不起，沃拉为什么要道歉？我们一再互相道歉，要对方也说对不起，身处这样的状况却反复着无聊的对话，感觉有些好笑。我发出的轻笑声消失在沙漠逐渐转凉的风中。记录关于崩坏体的增加，难道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避免崩坏体出现吗？伊瓦拉尖锐的声音回荡在我们两人的房，小声点，会被人工生命听见的。就算听到，他们也听不懂。还是没错。伊瓦拉一脸烦躁地交叠双脚，在欲言又止的我的面前。今天也出现了黑纹病，这已是本月以来的第三例，速度实在太快。再观察看看吧。这句话我都听腻了。伊瓦拉再度大吼，吓得我肩膀一震，看见我的反应，他惊慌地瞪大双眼。对不起，哪里发脾气？没关系，我懂你的心情。波波拉也很不安吧。终于成为形态进化的监制者时，我们深感骄傲且雀跃不已。如今这计划何时会失败的恐惧几乎令人崩溃。人工生命在不知不觉间拥有了自我意识，黑纹病又以超乎预期的速度扩散。我骑士的接触监视区域的人工生命的同时，我和迪瓦拉每晚都一起承担着恐惧。能两个人一起面对真是太好了，沃拉低声说道。我独自担任监视者肯定做不来。对呀，有人相伴才有办法承受。是预料到这种情况，还设计双胞胎机种，人类实在是非常聪明也非常残忍。倘若独自背负这份重责，也许早已不堪负荷而发疯了。这次我会试着联系其他都市，但愿我只有我们的区域出现这种异常情况。希望如此，即便我们搞砸，只要其他监视者顺利完成任务就还不要紧，一定没问题的。然而这份心愿却在刹那间毫不留情地粉碎了。其他都市的迪瓦拉、波波拉机种引起的意外，夺去了所有希望。乌纱拂过脸颊，空气越来越寒冷，我们一心一意地往前走。有时迪瓦拉的身体会失去平衡，我一边撑住他的身体以免他摔倒，一边艰难地在沙中继续前行。脚会不会不舒服？没事，我还能走。面带微笑的迪瓦拉看起来很吃力，然而为了不让我担心，他还是露出笑容。那时候也是如此，被同事伙伴的抵抗军踩上脚的时候，成为了放弃着失去理智的我冷静下来而绽开笑容。明明与我长相相同，他的笑却十分清雅虚幻。决定离开城镇的那一天，我才意识到那笑眼和过去记录中的训教者极为相似。记录
形态计划的结局。托付给我们监视者的任务，五天突然画下了休止符。其他都市的迪瓦拉、波波拉接踵而发的意外，摧毁了形态计划。由于失去原生形态，人类势必走向灭亡。我们这些人造人做了最后的抵抗，将仅剩的人工生命资料收集起来，并发射至月球。尽管如同大海捞针般的希望渺茫，但也许是为了守护人类和生的人造人本能，促使我们孤注一掷。然后，其他人造人依循本能开始仇视迪瓦拉、波波拉机种，因为我们终结了人类的希望。形态计划起初只是琐碎的埋怨，之后敌意随着时间越来越沉重，动摇情感，静静的、确实的波及周遭。接着，当抱怨转为怒骂，我们机种理所当然的成了众矢之的。一开始受到成为伙伴的人造人抨击时，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事实上，我们是形态计划的监视者，并非导致计划失败的人。但谁叫我们是拥有相同样貌的迪瓦拉、波拉？我们日复一日的忍受众人仇恨，也许是因为机种相同，觉得自己有连带责任吧。可是，在不知第几次为了逃避迫害而搬到新城镇中，我再也无法忍气吞声。因为迪瓦拉遭到住在同个城镇的抵抗军莫名施暴，他只是随口回应对方不讲理的话语，便突然砍伤了脚。迪瓦拉露出笑容，安抚起了两眼冒火的我。他说这也无可奈何，但我也无法压抑情感。我并未坚强到能见到世上最重要的人受到伤害，还能泰然自若。那一天，我便带着迪瓦拉离开了城镇。一旦诉诸暴力，就不会轻易收手，肯定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况且，暴行也不会仅止于一个人。惨遭杀害之前，干脆销声匿迹，那就是我所能做的抵抗。天上布满厚重的云层，看不见一丝阳光。我们继续向前走，吹来的阵阵冷风毫不留情夺走体温，雨水的气息越来越明显。虽然有时会因远方传来的嚎叫声吓得僵住身体，但远比被伙伴伤害来得好。为什么我们会受到迫害？我想这也没有办法，毕竟我们跟导致人类毁灭的人造人机种相同。可是我们就是我们，跟那些迪瓦拉、波波拉不一样。看见迪瓦拉在眼前受伤时，这便是我脑中浮现的情感。对我而言，迪瓦拉是独一无二的，反之亦然。在彼此的心里，我们都是无可取代的。雨水滴滴，滴滴答答的落下，宛若冰镇的雨滴刺激着我们的知觉神经，不再期望能进行维修，没有人造人愿意维修我们这种瑕疵品。迪瓦拉，你会冷吗？有波波拉在就不要紧，我也是。天气异常，气温不知不觉骤降，傲热的酷暑变成刺骨寒意。我们互相依偎，并露出微笑，鼓励彼此继续迈步。只要穿过这片沙漠，应该就有新的抵抗军营。
若能走到那边，便能修理。迪瓦拉的脚。不过，这颗星球上真的有愿意接纳我们？真的有地方愿意接纳我们吗？怎么了？不，没什么。尽管我内心涌上一阵不安，却未停下脚步。于是越来越大，或许这是对我们的处罚吧。我。抚摸迪瓦拉的脸颊，雨滴如同泪珠般落在迪瓦拉的脸颊。我将之轻轻拭去。迪瓦拉有些惊讶，然后我笑着说：“这么做也没有意义。”在心里发誓，今后也要与他永远相伴。那便是我们双胞胎人造人背负的命运。从结果来看，该管理区域的失败使形态计划整体崩解，并造成人类灭亡。在此事件后，因为确定双胞胎系统能不够稳定，故从人造人制造样式中删除此系统。在那之后的迪瓦拉及波波拉，虽然没有被肢解的处并处分，但为了防止他们再次失控，进行删除记忆处理，并赋予学习制造罪恶感的义务。以上が旧時代に管理者と呼ばれた彼女たちの個人記録だ。そう。疑問。なぜアンドロイドデボルおよびポポルは常に同時に死を選ぶのか。当該状況からの単独離脱は可能であり。君に。理解できないことを祈る。了解。疑問。なぜこの塔に入り口が用意されていたのか。資源搬入は上空から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確認。外部からの侵入路が用意されていることは不自然。予測。罠。好、我们进来了。啊，门不见了，你从哪来的？这不可能从上面掉下来吧？而且这里是可以保存的，我就直接保存。罠でも何でもいい、皆殺しにするだけだ。夜吐きたい。好，这里有个骇客宝箱。这里。哦，刚刚这样子杀自己的同伴，其实还蛮，真的蛮揪心的，但是又不得不杀。哦，形态报告计划书09，那我们现在资料好像已经收集到80%。
不小心跳下去了。To be type. ここに会えてよかった。本当によかった。粉々に壊せ！死に損ないがいるのか。報告、大型構造物、通称塔、ゲートの開放を確認。行ってみるか。好的，我现在呢来到了 E2， 稍微看一下哈这东西，我应该也是 OK 或一样的，没问题。先练习一下。哎，刚才那边杀 A， 杀 2B 那边。但是他真的是整个心态已经很坏，听到他在那边呐喊，好，真的很心疼这个 Nice， 可怜可怜的孩子啊！哎，那这边他的视角是只有个切切到切成这样，
哎，可是我其实发现说它这个反的倒的。というか、塔の入り口は開けておいた。ナイン S が先に行ってる。そうか。ああ、というか、塔の入り口は開けておいた。ナイン S が先に行ってる。そうか。なあ、私たちは役に立ったか。ああ、というか、塔の入りない。そうか。我有新的对话，来，走吧。这是电梯呀、啊！哦，难怪，姐。难怪是同一个门口。これは夜派部隊の死体。予測、先行して入った夜派機体ナインSによるもの。行くぞ。外面这边才可以保存，不管怎样啊，保存一下比较保险。この構造物の目的は不明、推奨、情報収集だろうな。这是刚才那个奈士的位置。它整个炸掉，那其他的兔币是几种什么武器？奈雪，到哪里去？図書館？なんだそれ。過去に人類文明が作り上げた情報保存施設。OK， 来到这个非常熟悉的图书馆，直变成白色的。看一下，
見るのにハッキングする必要があるのか。ポッター頼む。了解。ヨルハキ対 A2 にハッキングインターフェースへのアクセス権限を付与。よし。先等等，想要试试逛一下。我不晓得会不会直接进入剧情之类的，麻烦。那这边呢，如果有玩过一代的，就会很熟悉。就是打完每一个 BOSS， 在左边的房间会出现 BOSS 们的雕像。但是这种小巷没办法一一靠近观看，也叫远远的看，有点可惜耶。来看一下，对啊，太远了，看不清楚，可惜啊。哦，那个宝宝好可爱。那这里就是当时的伊瓦拉和波波拉他们的办公室。一切是如此的熟悉。哦，这里也要看啊，所以都要看。那好吧，再去吧。从下面。想要绕一圈了，这也太机车了。图书索引，亚当个体保管记录，夏娃内部对通讯联记录，伺服器记录，人类伺服器记录。还有人类伺服器设立的记录，人类遗产保存记录。一下哦，亚当个体，人类伺服器，因为我们知道人类伺服器是后来才制造的，那亚当他们也是前就制造吗？爸爸。この塔は機械生命体にとっての情報収集装置みたいだな。人类伺服器记录，弹药入侵人类伺服器的预定途径，解放虚拟防护设置地图 ，HG 区域 ，GI 区域 ，SF 区域，遗传因子保管仓库之位置情报，都没有权限可以阅览。呀，有看跟没看一样。月面の人類サーバーの記録、機械生命体はそんな場所まで侵入していたのか。特 A 患者记录，露娜。
胸部 X 光、无异常、心超音波、心脏超音波有异常、C1 持续慢性肾衰竭、C2 横膈膜痉挛、肌碎、没有呕吐、荧光素、淡剧。保存计划能处理无法治疗的状态，以原生形态的情报操作为基准。很快就死亡时，报告将提交至管理委员会。为了在状态急速恶化时迅速给予支援，主任医师将争执为居确的身份。過去の人間の記録か。数が多すぎて拉致が開かないな。結果他是因为看不完，不然我就蛮想看的。なんだあれ？ヨルハ計画における2号モデル運用概略。このデータは。警告、汚染機体からの部品移植により運動領域内にウイルスを確認、推奨、自己発見およびウイルスの除去。分かった。機能が 95% まで回復。原来兔兵是被压在下面的。这里有个骇客宝箱，挖动一下啊。形态计划报告书11。哇，那哇，形态计划报告书都要打到这么后面才有办法全部收集完，应该还有漏掉的。怎么看都是要打 BOSS 啊。
この場にいる機械生命体を全て破壊したら教えよう。获得道具机密，关于废弃机业部队。これが夜は計画。じゃあ僕たちは。トゥービーは。すべてを知ってもなお戦うことを願う。私たちは機械生命体のネットワークから生まれた概念人格。破壊することは不可能。ヨルハ機体ナインエス。貴様の攻撃は無駄だ。貴様の存在は無意味だ。うるさい！帮乐看吧。哦，对，这里有三个机密，那我们来看一下吧。A 和下列资料载明基业计划之最终工程，本资料射程机密等级 SS。严禁开放地堡司令官在内的所有基业相关人员阅览。A 和基业晶体塔称为黑核的主舰，是无言幼稚机械生物的核心，因此基业机体与机械生物可说是具有相同意识构造。由于在终将废除的人造人兵器中摘打普通 AI， 被认为是极不人道的做法，故采用黑核。此外，由于黑核失控，也有数架敌对的基业机体。机密二号机种运用概要，计划080-01，二号机种与基业计划之运用概要。参加基业部实验部队第一次降落作战的攻击型二号 A2， 在模拟阶段只取得平庸的成绩，这是唯一幸存的机体。研究其保存下来的性格资料后，证实在极限情况的分析力及判断力极为优秀。决定在其他项目提到的最新一批一型机种安装此性格资料，作为本计划的保密负责人。机密关于废弃基业部队，这台资料记录着基业计划的最终工程，本资料设成机密等级 SS， 严禁开放地堡司令官在内的所有基业相关人员阅览。计划03-01，废除基业部队，累积一定战斗资料，非要转化成次世代机种时，基业机体地堡便会开启后门，故意借由机械生物的攻击废弃地堡。此时包括本资料在内的所有基业计划相关资料都会毁弃，完全人类活在月球的假情报。
OK， 这三个呢就是整个继业计划的全貌。看到最后那也是不疯吗？真的是他们一直保护的人类其实都没有存在过，已经很早之前就已经灭亡。何度も全部壊す。お前たちもこの塔も。对了，居然久しぶりだな、ニモ。いや、今はエーテルと呼ぶべき。懐かしい。私たちのような概念情報にとって時間は意味がないが、それでも君たちの部隊を全滅させたことは印象に残る。ヨルハ部隊アタッカーに応じ、正式採用されるヨルハのために生み出された
ステージの実験部隊。うるさい！私たちは殺せないと戦う。全然わからない。疑問、ヨルハキ対エーテルの学習機能。うるさい。敵の論理思考回路をインタラクトして演算遅延を発生させる作戦。つまりどうするんだ。敵を破壊してはいけない。は？敵が一定数一定時間存在することがこの作戦の必要条件。なんだそれ。30%。 面白い。敵自我データ飽和率 60%。 人類が残したアンドロイドがまるで人類になりたいかのように振る舞う。エイリアンの残した機械生命体がまるで人類になりたいかのように振る舞う。私たちは似ている。だがネットワーク化された私たちの方が圧倒的に優れている。予測、防衛機構による敵の論理進化。愚かなアンドロイド、なぜあなたは死を受け入れることこそ全ての終末ではないのか。敵自我データ飽和率 90%。私たちは一つであり複数である。私たちは有限であると同時に無限だ。私たちこそ完成された精神のありようなんだ。予測、生命の多様性を学習。ああ、見える光が私たちは進む。この先未来に。敵自我データ飽和率 100%。 予測、敵自我が分裂を開始。私たちにはトーターズが必要だ。このアンドロイドを殺さずに置けばさらなる困難が私たちに訪れる。その問題を乗り越えることで私たちはより一層の進化を遂げるだろう。賛同しない。このアンドロイドは危険。この場で破壊してしまう必要がある。私たちの勝利を疑う者は敵だ。
勝てると思っているのか。なんだ。報告、大橋たちが相互に逃走を開始。まるで、まるで人類みたいだな。なんでまだ動けるんだ。推測、敵サーバーは残存データによるもの。結局全部倒すまで続くってことか。私たちは何をグズグズと喋ってるんだ。報告、敵の過去記憶の流出。お前たちも壊す。
の瓦礫は不明、何かの資材にする可能性。資材？何を作るんだ。不明。
この塔は月面の人類サーバーを狙った巨大砲台だ。このままだと人類の残存データが破壊されるだろう。どうでもいい。もうどうでもいいんだよ、そんなこと。知ってた？僕らはこの世界に必要ないんだ。人類はもう滅んでる。アンドロイドが戦う意味を持つために作られた月面の偽装サーバー。その嘘を守るために用意されたヨルハ部隊は、証拠隠滅のために最初から全滅するように計画されていた。バンカーに仕掛けられたバックドアは一定時間で起動。司令官も、僕も、トゥービーも、全部、捨て駒だったんだよ。おかしいよね。笑えるよね。ナインエス、私たち。うるさい！君はトゥービーを殺したじゃないか。それだけで十分だよ。僕たちが殺し合う理由なんて。トゥービーは苦しんでいたよ。君は殺し続けることを。高機能モデルの 9S タイプが真実に到達することは予見されていた。彼女の 2B というモデル名は偽装だ。正式名称は 2E 2号機 E 型。ヨルハ機体を処刑するために用意された部隊の位置。本当は気づいていたんだ。ナインエス。うるさい。うるさい！お前に一体、僕たちの何がわかるって言うんだ！推奨、停戦。ここで彼女と争うことは。ポット1号さんに命令！貴様の独断の論理思考と発言を禁止する。この命令は、A2 か僕のどちらかの生命活動の停止が確認できるまで維持しろ。请求秦选手要操作的记忆议题。那这里呢，玩家的选择会影响最后的结局。那我今天呢要收集新结局，就要选 A2。确定要继续吗？是。了解。ポット、9S の論理回路を修復する。了解。9S を汚染しているウイルスの場所を教えてくれ。了解。ヨルハ機体 A2。この先に9S のコアデータが格納されている。報告。
ウイルス汚染が深刻で除去は困難。いや、一つだけ方法があるはずだ。その方法は推奨できない。私はヨルハ部隊支援随行ユニット、支援しているヨルハ機体 A2 に害を出す行動には賛同できない。意外といいやつだな、お前は。私が全部。ポット、ナインエスを頼む。エーテル、君は？私はまだやることがあるから先に行ってくれ。了解。すまないな。こんなに世界が綺麗だって気づかなかったな。みんな、今行くよ。Just go on.
好的，我们取得了 C 结局。那刚才在那边 A2 以及单意识互换的部分呢、啊？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文学呢，是开始在玩实况，当时就觉得哇，怎么那么酷炫？不知道玩的人会不会很辛苦？那自己实际玩了之后呢，觉得还蛮顺畅的啦，不会觉得说很辛苦。那这样子互换的那个感觉也蛮新奇的，老实说蛮好玩的，而且自己玩的感受与看的感受真的差很多。那我这边的话呢，它是已经可以使用选择章节了，所以到时候就可以把没有收集的部分呢就可以去收集。好，再来我要讲的是呢，刚才在最后面戴斯提到说，不管是他还是 2B 他们都
弃子。那 A2 何尝不知道呢？毕竟 A2 是第一个被当弃子的他们的部队，所以这个感受 A2 他是最强烈的。但是以 Niles 来说，他们这一段期间都是就是与 2B 互相战斗啊，互相扶持啊。听到这个消息，当然他会一时没办法接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一时没办法接受，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那加上那一时他又中毒了，在他的脑袋呢，他的逻辑思考就已经不正常了，所以可以导致他们两个互相残杀。好，这边可以使用除错系统。那敲入除错选单则直到下次载入保存资料皆无法使用保存机能。还有除错房间，除房间中可使用除错选单具有配置敌人。那这边有获得一些道具，重装盔甲 AB 光学迷彩式眼袋，这个好像就是可以把眼罩拿下来的样子。还有 A2 的假发， 我一定要装上，因为我喜欢 A2 的长发。获得道具：机械生物研究报告书，与奇怪的女性抵抗军追加新机能，可在抵抗军军营其搭话进行确认。好，要保存吗？好，那就直接保存，这样就会多一个结局。哦，他刚才说选单是从哪里选？这边吗？啊，这里，这边可以直接开始游戏，或者是直接选择讲解。那直接开始游戏，我是从哪里开始？我看一下，我最后存档的那个地方。すべての存在は滅びるようにデザインされている。生と死を繰り返す螺旋に。私たちは囚われ続けている。哦，不是啊，是直接重来啊。これはなんか。好的，各位，我回来了。开始游戏呢，会强制从头开始，所以一定要直接来这边选择讲解。那这边的话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任务进度的部分。那满的话表示都有达成，有一些没有满就是没有达成，我们就可以回到。章节要去的章节来去完成我们的任务。这边也有少一个，然后先随便选一个进去。それじゃ。それじゃ司令部行ってみよう。ここは私が。ダメ、ヨーコ。識別番号 A2 の起動を確認。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A2。好，OK，应该可以。把那个他的头发在哪里？装道具吗？要把它装上去。哎，有，对对，装备。一体何なんだ？あのでかいのは。不明。役に立たない箱だな。美多了吧？还是喜欢他长发的样子。诶，那他直接存档的话试试看。
后就直接变成快速保存，就不用选择我们要存的那个地方了。哦，就这边也可以直接选择章节来跳章节的部分。 OK OK， 那下一次的话呢就是这里了，因为这边有终局。那下次的话，哎，这个就直接剧透，不用打光的，直接剧透哎。那这边的话，下次就是回收另外两个结局，就可以直接从这边选章节。那选 Nice， 我们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果了。那这边其实都会有一些简单的介绍，还蛮不错的嘛。好 ，OK， 那今日实况呢就先到这里啦。哎呀，玩了一个结局。妖精，夜8対 A2 の行動目的の開示。教えないって言っただろ。随行支援ユニットは対象支援機体の行動目的が開示されない場合、妖精プロセスが30秒に一度自動的に実行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は？推奨。速やかな行動目的の開示、不必要に会話を繰り返すのはエネルギーの無駄と判断。お前が勝手にやってるんだろう。他会一直问我们，那底下可能还要再问一次。好啦，那我们今天实况呢就先到这边啦，我们就看着美美的 A2 来结束今天的实况，我们下一集再见喽，大家拜拜。来遊んでやる。